等一下我们要下网的就是这口鱼塘，先把水里的草划到一边去。现在开始下网了，这口鱼塘面积不是很大，有一亩多。这口鱼塘的形状不是很规则，里面又连通了一口小鱼塘，也不知道会不会跑到那里去，等一下要赶一下。现在开始围网了，鱼塘里有些动静。这口鱼塘的淤泥很多啊，拉网的时候都拉不动。看这水里的动静，这口鱼塘的鱼还非常多啊，而且还很大，草鱼有6斤左右。啊，现在慢慢收网。飞行一比的了，我们今天飞行这边。这草鱼很漂亮啊，养了1年多，都是喂草长大的。
大肚子啊。边洗头边洗头。